这丧尸居然是博士的实验品，为了女儿他真的已经丧尽天良了吗？有丧尸啊，使用超级武器，你为了救你的女儿米克劳顶罪，把无辜的人变成丧尸，让人类走向残阳。小子，你有些能耐。博士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带你。小子，你太天真。韩木，当心！发生了什么？韩木，是我，你感觉好点没？超级武器系统开放了，大规模杀，请选择超武系统。设定超级武器可装。